好，你现在来跟大家讲，你痛的点在哪里？这个位置酸痛酸痛的。好，这个位置对不对？对，这个位置确定哈、哦？是。好，还有这个下面这一节。好，这里哈、哦哦，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处理？那这一点以上的，通通由肩胛冈下肌管这一边呐、啊，管辖区就不一样。这一条叫做楚河汉界，哦，楚河汉界。那从这一点开始以上的归这里管，包括这一点以下的由这里管。但是很显然它在这里，所以这里也是手肘痛，没有错。问题它痛在这个骨头的上面，对不对？嗯、你是痛这一点，酸的这个位置这里。所以这个点已经超过这个点，还有这个点，这三个点是这一条线管的，包括这个尖尖的鹰嘴突是由这一条管。这里上面的以上的，还有包括这一点，还有这里，这里这两个点都是由这一条管的。这样懂我意思吗？这三个点的痛，这三个点以上的通归这里管，所以这里也是一个大开关，它等于管到这么一大段。那但是它还有一个点，就是你说这一节，这一节痛，所以它这个开关也伤到了，所以等于它这里伤的跟这里伤的是两个不一样的关键点伤到、哦、这那我们处理这两点就可以好。那这一点要稍微趴着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开始来做。你这一点疼对不对？啊，这一点呢疼啊，这里呢啊，这里最痛了，这里最痛了。啊，刚刚这里不是最痛，但是你叫的那么大声，我以为这里最痛，也好痛啊，这一点最痛是吧？啊，这里呢，这里也痛，这里有啊，这里呢啊，那痛到这里，那它的痛点还蛮长的，从这里痛到这里。那痛点越长表示这个病怎么样，比较严重一点。好，那就是这一段。好，那我们开始来处理。好，这里啊，啊、这样呢？这里扭就活动很多了。这样，原先扭的好痛。是。这样我可以扭过来了。可以了哈、哦嗯。对。好、哦，这里也松了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好，那现在你这里下面手呢？手下面也不痛了。下面也不痛，为那为什么会这样？你们知道答案吗？小开关，间接开关，你们终于懂了。这样讲就对了。为什么我处理这里？它这里也会好呢，因为我揉这里的时候，我要揉的这一条筋已经怎么松掉了，松掉了，这里会不会好？好，所以这一点对这里来讲是怎么样？小开关，对这个是大开关，所以这个就完全好了。这样懂我意思吗？但是这里哈、哦，如果我再揉这里，会不会进一步好？会，我保证会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。我们常常治好人家的，我们常常是用小开关就治好，比如针灸它也可以治好人啊，但是它是用在小开关，变间接的，可能这一点也被它治好，然后它跳到另外一点去，这样大家理解我吧。所以这一点对这里来讲叫做舒服点，但对这里却是一个治疗点哦。那表示这里齁、哦、既是快痛点了嘛，齁、哦、我们按的时候它表示这里会痛嘛。那这里也会痛，这里也有类似影子跟本尊的问题。那这里阴阳，因为本尊在这里，哦，管理这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可不可以按？可以。
可以，所以我们就毫无疑问就可以做了。这里疼吗？一点点。这里呢？啊，这里最痛。这里最痛、嗯、是吧？这里。嗯，痛痛痛。这里痛吗？啊，痛。痛。嗯。这里呢？这里好一点。哦，这里好一点，嗯、所以它的痛点在这里。那我揉这里的时候，它这里会松掉。那但是表层会松掉，深层还松不掉，所以这只是暂时让这里缓解而已。那这个才会真正解决它的问题。把那个地方最痛。这里哈、嗯。嗯。对。哇，就那里最痛。好，这样就够了。好。嗯，只要有痛一般就有效了，不一定说要时间非常长。那我们再帮他舒缓一下，这样可以吧？嗯，啊，这样好，你再动动下面的看看。哦，这完全就不痛了。我原先这样扭过来好痛，这里上下都痛。对，他现在会不会更松？会更松了，对不对？哦、对，处理这里更好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这就是大开关，你懂我意思了哈？现在理解。所以这个如果他这样，你已经了解重复。为什么我之前说，我当时候六年来一直被蒙蔽的，就是说，我说臀部痛，整个臀部我揉腰椎它也会好，大家懂我意思吗？但我一直没有发现我是错的，因为我这里揉开了，这里会怎么样？松开了。那这里松开了，臀部会不会好？会。所以我一直以来一直把臀部的痛认为是腰椎，很显然我是用间接的开关去处理，我找到的不是大开关，对臀部而言它是小开关，直到这里再揉下来，这个就是大开关了，那就彻底的解决了。所以这个为什么我在找的时候会把针灸的一些穴位一直去掉呢？因为跟我比太差太远。为什么我一条线可以管这样？你们想想看哦，我这个揉完它整个这里三阴三阳都有啊，手三阴手三阳都有啊，那是立体的啊，那可以管到这么大节，而且连腋下连侧面都管，它的幅度你照古书你看看找有没有一处可以管这么大范围的，你们如果去找找看，未曾有过。而且我的点没有重复的，很多针灸说这个也可以治那个，这个也可以治那个，那重复了，那这个就问题产生了。你重复了，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主要开关？你懂我意思吗？重复的一定有错，但是你看看有哪一套学问是不重复的？我说要找到不重复的很难，所以这样的我们来理解这个三阴三阳整个立体都搞清楚了，对不对？这个都已经不是经络学能够谈的，你这一条全部都解决了，而且很明确，这一个点这里整个都改善了。那还改善到哪里呢？很多人还有这个这一段痛，我在台湾就遇到这里很多人这一段痛找不到医生了。这一段痛现在大家都知道要处理哪里了，对不对？这里处理哪里？手肘。对，你们现在都清楚，要不然你怎么会知道这一段痛是要按这里？那一般我们这里痛都从怎么样？就是这样，外面国术馆，要不然就从这里肩膀，顶多就从肩膀一直按。哪一天他刚好不小心按到这里，那我就认为他太厉害了。啊，刚好按到这里，然后一直按下来，哎，结果他说，哎，比较松了，是因为按到这里呀、啊。那这个也稍微跟大家讲一下。原本我说这一条就可以管理这么多，对不对？那刘医师说有一次他这里痛，他揉这一面也有效，哦，也是三分之一处也有效。那对这一点有些人也说有效，但是我赵医师也提出类似的看法，但是我一直反省，我六年来这样的个案已经做很多，我没有漏失掉一个，表示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原因，一定是这一条筋没有每一点揉得很扎实。所以我在这一次回来在山东卫视那里之后又有一场演讲嘛，那一场演讲刚好就有一个痛这一个点，我还是按这里啊，
我先按这里，它有比较好，我再按这里，它更好，那表示这个是大开关，这个点是不是开关？我确定，即使是，那也是一个辅助的开关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大，所以你们学就不用学那么杂，就是这一条就可以管那么多了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我也把台北最近的研究一些我们的谈论，好，跟大家讲一下，但是我这样整个研究下来，不用花心思，就是这一条就对了。这一条根本不用管，啊，这一条我也觉得会有效，但是绝对是小开关。目前，而且它揉起来就不像大开关，为什么？松松软软，只有到这一点才硬硬的。那个你要揉到那个筋，那种感觉就有一点硬硬的感觉，不是松软的感觉。这一条就有松软的感觉，所以大开关还是在前面数来的三分之一处。好，这样大家清楚了哈。